别动啊。你今年多大岁数啊？我呀，42了。42啊？来几年了？来十多年了。我中午要去。家是哪的？嗯？你家是哪的？我家乡村的。啊。长春的。别动啊！咱俩就那个老熊，那我问问，我再看看，好嘞。得过疼，得过疼啊！放松啊，没事啊。他包里把电话拿出来。嗯。包里把我电话拿出来，电话响了。我电话响了。别动，嗯，你抠干净了啊、哦！你捐了这么多东西，
这块疼啊？你抠干净了，不抠干净不更疼吗？嗯，这夹子鼓得跟包似的。好了，哎，马上就好了啊！抠一抠皮啊，嗯，好了。那就能照着吧？嗯，放大。对，我有挣钱道，我挣钱道的时候，我也靠自己的能力能带来多大贡献，带来多大贡献。他这是不是回事呀？嗯。啊？是，他这是外伤引起的。你咋不治疗？他砸过的。嗯，对，伤过，伤过。哎呀，像你们这老一辈的人，现在苦的日子过去了，现在到了。哎呀，那苦都不用说了。但是我们活不过你们。对，你说这句话，我只能服气。肯定的。衣食都一大关。现在这社会虽然是说条件好了，但你吃啥喝啥，不是这水果，不是大米啥的，都啥都对对对对对，多少花粉，多少什么叫科技狠活。那嘎九十的好几个，那可不活不过。像你们年轻，虽然是苦点拉嗓子吃，但健康啊，对健康呀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吃不坏人。嗯呐，只是说你缺乏营养。你现在这东西、啊，那些那苞米连皮儿都不扔啊。不是，你就说现在这水果，哪个水果从小不打药？都得打药。蔬菜大棚的，化肥的，农药拱起来的。大米，啥过去大米不一样。现在吃点大，就吃那苞米面都不敢过去的苞米面啊！对对对对，不好吃。不是那糊成大饼了，纯绿色呀。不是，再早糊成大饼能闻出大饼味儿，你知道？现在糊大饼能闻出。这是大饼子，我来东北十多年了，我从来不吃大饼子，吃不下去，咽不下去。不是，你就跟我这好人家了都。我再早我姐夫说不吃大饼子，我说的奶奶那一桌吃大饼子，没有这辈子吃大饼子，我就像吃不大饼子的人，我还吃大饼子，我遍地都是。那不是，但有的时候为啥说有种说，哎，现在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苹果还不是说天天吃，就赶集的时候过年能买。那你说现在说天天给你吃你不吃，你就总找不到那味儿。首先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虽然是条件好的是一方面，再一个当时那苹果绝对是纯绿色啊。对，那苹果虽然长得狗追狗修的，那苹果有那种苹果味儿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没有那种水果的清香味儿，现在没有。现在你找一个，现在找完都找不着了。你知道我东北菜啥我都能吃习惯，包括蘸酱菜、饭包我都能吃点，就大饼子我吃不了，不知道因为啥，拉嗓子咽不下去呀。嗓眼细呗。不是，就是大饼子我就咽不下去，咋的都咽不下去那玩意儿。嗯，就我几个孩子你家？一个。嗯。我爷爷小姑娘，我爷我奶他们也还得要啊。那过二年的，84-85了啊。就现在的吃法，就是我们孙男弟女多，啥好吃都买，不吃。换上整点大饼子，整点苞米茶，您才不吃挂面条子，好吃的不吃，我这样吃更好。吃不了，大饼子我现在是咋的都咽不下去，我那是尝试一下子，就我嚼了一块，搁嗓子眼嚼半天了，我就咽不下去啊，那大饼子。那我奶，我小时候奶烙的大饼子，就是黄的，油光的，可好吃了。别的我都能吃了，包括现在我先吃大蒜，我都能吃。不得劲儿呗，我讲，这脚儿该瘸了，这，哎，脚儿该。